走吧。哎，咱去泡个温泉呗。哎，一个泡一个，好。哎呀，事情都是这样子的，哎呀，哎呀，哇，昨天晚上泡个温泉没死。哪有什么早知道？哎呦，哎呀！回去我们要提醒下一次要来的人，让他们提前泡好、放好水。对啊，可以先去泡一泡，提前跟节目组沟通一下。但起来现在应该会很冷吧？就我们现在特别想泡一泡。哎，徐志胜，嗯，我们走过去能看个牛吗？哪？那牛是可以过去的吗？啊，可以过去啊，啊，可以近距离看到啊。啊，咋了？想看牛呀？走啊，我们看牛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走啊！我那儿想干啥？没说的，想看牛。我给你演牛行不行？看完牛说不定就有风了。你别举着了，弄那玩意儿，我挺不绅士的。你缠绳吧。你举着。我举着。走。看牛等风起。对。那谁啊？龙哥。根本就没有风，放弃吧。你干啥去啊？回家给他们拿蒜跟葱还有米饭。哦，你俩呢？看一下牛，等一下风。陪妹妹去看牛，好浪漫啊。牛郎织女吗？就是为了让哥哥你磕。怕哥哥饿着。制造一些工业糖精。甜坏了吧？甜坏了。恶心不到了吧？磕饱了，磕饱了，以后你都不用做饭，等会儿不用吃饭了。一会儿你有血糖呀，哥哥，你注意吧，以后，就我俩在一块儿，那血糖给你整老高了。哦，来风了，你快给我，等会儿，太突然了，等会儿。跑，你先跑，我在后边跑。你看，又开始又让我跑了。不用跑，你看，起来了，成功了。等一下，有点馋啊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如果没有那个蛋，我们就不是鸟了。如果没有那个蛋，只有鸟鸟还是鸟，我们就不是鸟了。我旁边睡了俩，真行啊，这俩呀，心真大呀。我感觉这样睡会好。侧睡。嗯，因为这样眼睛就不直视你，无法直视太阳，就好像人。也无法直视自己的内心。你讲讲，没事，我马上就能睡着。你再讲点这种。你看，人有喜欢这种。哥哥，我爱听，讲点。给人家讲个故事吧。行，哥哥。说在古代呀，有很多太阳。后羿射日啊。哎呀，哥，不会有一个人射了九个太阳吧？我还想听九个太阳的故事。传说在很古很古的时候，哎呦我天哪，很古很古。咱这个口音确实是不太憔悴了，就别讲故事了，把孩子都教跑了。将来你儿子爸爸，我很饿很饿。爸爸，你再给我讲一个很古很古的故事，我还想听。爸爸，我很饿，很饿。我这老腰啊，这能坐着整不？这个，咱俩坐地下整啊？不是，有拿个凳儿，是挺费腰，慢点的。这样的，咱俩这样扎点马步就保护腰了，你就臀部发力，不能那样的靠腰发力，得要腿。不行，我前两天才胳膊没睡着，没睡，疼一宿。你今天晚上腿疼一宿。这家真挺锻炼。
其实感觉呀，是我咋不用使劲就能走呢？还是你使劲呢？我使劲呢。你慢点。等会儿，我都使劲，那咋越走越快呀？当你没有使劲，一定有人为你负重前行。哎，这把我没使劲，慢点，慢点，蹲太累了。我也使劲，他是不是下坡啊？惯性。那应该是惯性。哎呀，又快了呢！我没事。哎妈，等会儿，咋回事？这啥眼里呢？还有那远在下车走呢。哦，月亮，出来了！哎妈，真出来了！你看，刚刚还被盖住了一半，现在已经全露出来了。啊、哦，他有时候在，有时候不在。月亮跟我似的，有时候在你身边，有时候不在你身边。你有时候能看见我，有时候看不见我。但不管你看见看不见，我都是客观存在在那里的。哎呀，这看月亮对颈椎还挺好。对呀、啊，你就应该多干，你省看，省着你回屋看手机。完了，他回去了，回云层后头了。回屋吧。周哥，周哥，小敖需要你俩帮我们拍个视频呗。哦，好，我又要出镜了。你又出镜，你得把你的羊粪拿着。续集，要我干啥？就你本来在这里看书，我们过来说问你今天你劳动了吗？没有，那你今天睡眠怎么样？你就可以直接睡着了，书就直接扔在地上，或者是拿在手里都可以。行。一会儿我是摄像，然后那个龙哥假装记者，他就会过来问你，您在这儿先看书就行，你的人设就今天没有劳动。嗯，然后你再问我为啥呀？我劳动了，因为我们拍这个片子是个假片子，是假的，它不是真的，口碑就是这么坏掉的。倩姐，这我们会说本故事纯属虚构的。行，完了他再问你，那你睡眠怎么样，然后你就又睡过去了，好吗？老好了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你好。你好，周先生。你好，请问您今天劳动了吗？哦，没有。那请问一下，您最近的睡眠状况还好吗？羊粪。好，看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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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位老师，辛苦老师，感谢，感谢，演非常好。在咱这几个演员这个戏，咱这都是什么老戏骨？哎。